静和安心雅两人乍看之下还真的很像一对双胞胎。安心雅过去也曾在综艺节目里模仿郭静。QQQ 很贵，那我是国国国的郭静。大家好，我们是安安静静，我是安安静静的安安，我是安安静静的静静。说的煞有其事，干脆真的组个团体，安安静静一起出道吧。郭靖和安心雅如果真凑一块，想必能擦出更多的火花。唱片公司要不要认真考虑一下？记者许修明、方峰兰台北采访报道。